我哋仲要等几耐啊？航班究竟嚟唔嚟？你哋唔需要咁心急啊！何必再受愚弄？我哋走。走走走！宗主驾到。拜见宗主。主人家都未到，客人点可以走啊？原来严师太嘅高足都嚟咗。梦瑶奉师命下山，虽然冇收到拜帖，希望魔师唔好将梦瑶拒诸门外。嚟得呢一度就系本座嘅朋友，我当然系欢迎之至啦。秦姑娘，无谓同呢个魔头咁客气啊！冇错，我哋系唔会同你做朋友嘅。我话俾你听，中原八派系同你势不两立。睇嚟我哋啲贵客嘅心情都好差。赤眉，刚才你系咪怠慢咗啲客人啊？属下办事不力，罪该万死。好，就等本座亲自向咁多武林朋友敬酒。如果大家想边嘅话，请饮咗呢杯酒。从今之后就系我旁班嘅朋友，否则做唔成朋友就系我哋魔师公嘅敌人。哼！要我哋正道八派向你屈服，休想！果然系英雄，本座对待真英雄，向来都另有一套方法。今日我稍稍来迟，都系因为忙于为大家准备咗啲见面礼。见面礼？八大门派食物。八大门派镇山宝物，真系闻名不如见面，睇嚟都系不外如是啫。旁班，快将本门宝剑交翻出嚟！如果唔系，咪出旨意离开呢度。呢位小师傅，你连自己本门圣物都睇唔住，仲有乜资格喺度摆姿态？其实大家想攞翻啲圣物好容易啫，只要饮咗呢杯酒，从今之后就我旁班嘅朋友，否则我呢堆圣物我就当垃圾咁烧咗佢。魔头，你咁，你呢个该死嘅魔头！等等，呢杯酒就等我代八派饮咗佢。好，连慈航正斋都成为咗我旁班嘅朋友。中原武林人士有边个唔肯跟随？秦姑娘，千祈唔好屈服啊！千祈唔好屈服啊！梦瑶并唔系屈服，梦瑶只系代师傅向魔师问好。师傅叫我同你讲一句，回头是岸。梦瑶饮过呢杯敬酒之后，请魔师自重，马上将八派圣物归还。咁我哋慈航正斋都仲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如果唔系，我师父话过，20年前佢可以俾你走甩，但系20年后佢一定唔会再手持心愿。你还有资格同我讨价还价咩？婆婆妈妈，算乜嘢大丈夫所为？本座今日最期待嘅客人终于都嚟。废话少说，今日八批齐集，你想做乜嘢？大家一清二楚。优胜劣败，睇下边个本领高。讲得好，咩地方浅窄，打得唔够痛快。咁请黎大侠稍移肉步。
生最恨就蒙古人。我想你发梦都估不到今日会死在一个蒙古人手上。我不会死在你个蒙古达子手上的。其实我应该多谢你，多谢你教育了风行烈，教育了我哋大蒙嘅皇帝。你讲咩？系你教佢最上乘嘅武功，将来我哋大蒙重建江山，远胜巴彦，你嘅功劳系最大。唐伯，哎，超仔，你哋喺度，唔好讲咁多字，喺嗰边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点啊？我帮你运工条绳。玉身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我要杀死你个古玉儿。赖前辈。多谢我先至啱，我留翻你师父最后一啖气，等你哋两师徒见埋最后一面。康大哥，冷静啲啊！你有伤在身，唔系佢对手。放心，就算我哋四个人而家联手，都打唔赢佢。江湖决斗，优胜劣败，你师父技不如人，根本就死不足惜。但我点都唔明白，点解临死前点都唔如人？大哥，好，你呢种眼神我中意，咁样先似翻个男人。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我系吴子密，我系张景纯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channel 啦，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。仲有英国嘅观众朋友，我哋最新新出咗一条专门为你哋而设嘅 YouTube channel TVB Jade UK， 将今年最精彩剧集带俾你哋，记得 subscribe 啊！